出了网就是湿的，它一边用水一边磨水，你知道吧？它一边沉一边翘，它出来就湿，就这么简单。明白吧？明白了。你家白蚁怎么用？知道吧？我们有一边那个这个切刀没搞好。切刀没搞好。不是，我们原来机器这个切那个它没搞好。你这不搞也没用，这不搞也没用。它不干这，这张被子是钉死了，滚儿是正的。这你这个滚儿，你看这个滚儿两边间隙的一边大。你一边搞一半也不行，他一半带着网快一半慢，也不行。这个你看这个网这个滚儿两边间隙一边大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一边大了，你这水流这么长，这网都是正的。你要一水流边上了，你就是在这个看着这边在中上，到他妈这一段上边上了，他就去了网去试了，明白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自家不是你挑技术慢慢调，我在这里挑了两分钟，这大技术学会了，你要看能技术好的不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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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你不行，这是头发在的，你别出这套。啊，他这头发，我看这是几点？你跑偏了，就在这块儿上。你就感觉就是你看这个地加两点，知道吗？哪有？